好，很热烈，但是时间也是有限。我们最后的这个为大家安排的是春花康乐队。嗯，让我们掌声欢迎南丸部落少女队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台东大学音乐系的12位师生，还有铁花村的工作人员，所以是大队人马。我们掌声欢迎他们，好吗？春花康乐队，他们今天彩排了很久的感觉哦。其实我觉得大家会意犹未尽的。好，刚男生唱完，现在女生唱了啊。果然压轴人数都是最多的哦。